马国明近日同汤乐文飞到泰国度假，顺便庆祝49岁生日。虽然靓汤未有晒出同未婚夫嘅合照，不过就有网民喺当地偶遇到佢哋啦，捕捉到两个人同框嘅画面，可以见到靓汤同埋马明都打扮低调。最近靓汤喺 Instagram 晒出两张度假靓相，似乎今次嘅泰国之行就已经圆满结束啦。而靓汤嘅细妹汤乐瑶同日亦都有贴出泳照，以白色嘅比基尼上阵，大晒佢嘅傲人身材啊！